值超过几千万的桃红珊瑚，世界最大的螃蟹标本，还有可爱的豆丁海马草莓蟹。台湾博物馆的海洋台湾生态保育特展今天揭幕，在阿美族歌手颂赞海洋的歌谣和舞蹈中，为民众献上台湾奇妙有趣的海洋世界。展览内容包含许多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珍贵的宝石珊瑚，同时也针对台湾海洋的生态资源和破坏有相当多的影片和照片深入介绍，希望带领参观民众认识海洋的同时，更能加强保育的观念，爱护海洋。因为我前在20年前我就在讲，难道台湾只有海鲜文化吗？没有海文化吗？希望今天看完的各位贵宾呢，还有将来进来的人呢，能够经过解说员的教育以后呢，要一点感动。台湾情报记者洪秀玲、许元璋采访报道。